即係我哋會嗰度我哋演講啦，嗰陣時就提過一句問過你嘅，話我唔明點解香港政府唔炒你，兩個原因，嗰時應該炒咗你。第一喺1992年左右啦，喺一個電視節目喺英文台，就我同埋環保署嘅一位高官，一位外事嘅高官對峙，咁。我就係話，就係講就頭先你大約講嗰啲嘢啦。點知我未講完咧，佢就 cut 咗我，就係話 ：It is not the government's business to tell people how to live。好大聲，爆麥。係啊。咁而家你自己咁反骨仔喺政府裏邊嗰度講啲咁嘅嘢，佢點你？所以我急急走咗。係啊。第二個原因，頭先大家都聽到，呢個係唔消費，有冇搞錯？整個政府都係咁樣去。即係你調翻轉頭喺度，咁而家佢哋就搞掂你啦，唔使炒啦嚇，你走啦咁。即係我想你講俾我哋聽，你個心情係點？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你身為高官，但係周圍你嘅同事做緊你係覺得好痛心嘅嘢，你又係你覺得我哋係受害人，我哋又係員工又係被攰。你講俾我聽，而家你嘅心情？我冇乜心情嘅喎，喺天文台做嘅嘢嘅人冇乜心情，我又係睇天做人嘅喎。就不過我嘅原則就係、是、我諗到乜我唔怕話俾人聽嘅。冇人夠膽上門嚟天文台話俾我聽，唔講多呢啲嘢嘅。因為佢哋又發覺我講呢啲嘢，啲人中意聽。其實喺政府入邊做嘢。第一，我不是高官，我是低官來的，跟別人比他差很遠，所以或者因為我官不夠高。第二就是我說的那些東西，其實你給心機聽，我剛才說的全部都是科學的，其實我裡面你給心機聽，好像說一些不是科學的東西，但是我如果他們一來跟我爭的話，我夠膽跟他說句句都是科學的，因為個天現在是熱了的，科學熱咗咧，係因為多二氧化碳，科學。二氧化碳係由燒煤炭出嚟嘅，科學。點解會燒咁多煤炭要發電係科學？啲電點解要發出嚟？因為你用冷氣機啊咩電，係科學。咁我話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咁咪用少啲電咯。嗱，係咪全部都科學啊？嗱，咁當然啦，我最保護自己嘅。我其實我頭先同你哋大家講嘅句句都係科學。有邊句唔係科學？我講啲最後嗰啲咁多啦嚇，咁嗰啲咁我都係人嚟㗎，我唔係淨係官嚟㗎係嘛？咁講嗰啲嘢，我覺得係個個都講得嘅嘢嚟㗎嘛。我知道有好高好高好高嘅官咧，係唔中意我講啲嘢嘅，佢又唔中意我哋話香港能見度越嚟越差嘅。不過只敢喺第三者講話天文台，林超英見到我嗰時都少少好嘅。頭先你提咧，話呢啲嘢大家中意聽，唔係喎。最近喺我哋江湖傳聞咧，成個社區咧，成個社會咧都話，香港除咗佢有三個人講啲嘢係好多人驚、好難聽、好暴發。第一個是林超英，第二個是盧冠廷，第三個是李樂詩，這三位呢都是他們的立場。你沒份的，我沒份的。原因就是他們說這三位人輕人者是慾緊，你猜他們最喜歡聽我們現在的離頭冧嗎？最近大家都知道盧佬在巴士那裡你有份，我們收到的是一面倒的喝董彩、即是人你說他們人喜歡聽，我不知道 我收到 的訊息是、你看負面，我看正面。我發覺就是什麼呢，在巴士上面這個節目呢很多 sponsor 的，是逼住嚟 sponsor， 幾乎唔夠位擺 sponsor， 咁係呢個就已經係證明，係一個好正面嘅證明。係唔係你哋嗰兩輯先？
我哋係講緊，即係佢成個節目咁一早買落嗰啲。哦，即係嗱，咁我好簡單啫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睇下咪係咯，睇下嗱兩三個月後佢再揾唔揾翻你哋，或者再俾唔俾我哋講呢啲嘢。佢揾我，我而家我話我唔做啫就我覺得唔使擔心，我覺得出邊好多人係完全諗得明嘅。其實好對唔住我啲，我呢啲叫做speaking to the converted， 即係我係講啲已經信咗佢。係啊，係。咁就但以前我講嗰啲嘢邊度有咁多聽眾啫？冇嘅，即係以前講呢啲嘢係冇聽眾嘅，但係而家咧係會有聽眾嘅。你望下大家，哇！今日你覺得老友特別多啦，即係我覺得唔使用驚嘅。我覺得個世界轉變咧，我自己好相信過去嗰五年咧，香港成個社會嗰個民氣或者個民意咧，轉咗個彎㗎。係從完全唔理到開始咧，譬如而家啲小學同學啊，學校真係話唔開冷氣機撥扇，電視機影住都係撥扇，撥得好 happy 㗎嘛。你如果十年前家長投訴啦，投訴到學校冧咗啦，而家唔會㗎，而家。家長數想投訴都俾個仔喝住，唔好去投訴啦。佢知道邊邊係正義嘅，即係我係由覺得好冇希望，講到今時今日覺得有啲希望。